OK， 我再重复一下本次投票的规则。本次投票最一张票上最多选三个人，可以少投，多投的票会被确认为无效票。然后本次唱票我们会直接打到大屏幕上，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票数的增长以及每个人最终的得票数。所以呢，大家看清楚自己觉得要支持哪一对表演选手，就在他们的名字后面画上对勾。我们的礼仪小姐会来收集选票。OK。我们现在来20秒钟的拉票吧。好，先来明道。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与爱护。然后就是很开心呢、啊，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投我一票，就是很自由的。谢谢大家。一号明道。我只是这次很感激我的。partner 很努力的学习中文歌曲，然后我很希望他一会儿给他加纳的女朋友打电话的时候能说出这个喜讯。I just want to say that I've enjoyed the Chinese community a lot. Thank you all for this opportunity. 我觉得今天晚上明道唱最好，但是我们最嗨，我们人最多。三号啊 ！OK， 果然你们最嗨，嗨到不行啊 ！OK， 下一个。大家好，我是4号李小新。其实比赛并不重要，泳衣第一嘛，比赛第二。其实只要大家都用心去唱歌，其实大家都是歌王。谢谢。非常感谢。OK， 下一位选手。大家好，我是5号马蕊。我觉得今天这么多选手唱了这么多甜蜜的歌，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情人节。希望大家都今天快乐。谢谢。OK。我觉得今天很开心啊，这么特殊的一个节日和大家一起过，很感谢各位工作人员还有我的粉丝，我觉得你们很辛苦，然后希望大家今天都过得开心。谢谢。
OK， 雨音小姐，选票都选上来是吗 ？OK， 还没有选上。OK， 没有交选票的同学，请赶紧交选票，谢谢。OK， 等一下呢，我们会把那个屏幕大屏幕打在墙上，所以你们选票数字会不停的变化，然后你们是不允许往后看的。你们不能看，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能看大屏幕。啊，不能看大屏幕。然后也就是说，全场除了他们几个，所有人都知道谁得了冠军。OK， 如果最后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出现重票呢，那我们就响应评委的要求来 PK 一下，你说好不好？好。OK。OK， 在安晴计算选票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这样光看，不然很冷场。那么现在给大家一个机会，大家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听了这么多歌，有什么要对这个歌手说什么吗？李明大力要先比高音。什么？比高音啊。比高音。对。OK。现在有观众啊，那个要求说叫你们两个比一下高音，你们要不要挑战一下？要李明道和李小欣比一下高音，可以吗？你们愿意接受挑战吗？万马万丈李明道，一路历史。唱什么歌？唱什么歌？比高音。大海吧。啊？大海，大海吧，大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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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不动了。死了都要爱，相当有难度。你们愿意挑战一下吗？随便，可以。好 ，OK， 好，非常有信心，来听你们的高音。什么词儿啊？什么词儿？死了都要爱，死了都要爱，死了都要爱，死了。可以上来讲一下 ，OK， 那边的观众，钢琴，哦，钢琴表演是吧？哎，于朗，来，你们商量好没有？来来来，其实明道兄的那个高音还是很好 ，OK， 很好。他刚才唱的那个离人，哦，林志炫的离，林志飞机，我 MP3 里还有这个 ，OK， 好，我也不知道，我还包含一下。我破嗓了，那别吓着。